最后才错一个。讲实话，因为你的吉他在我认知中还算是初阶的弹奏，和弦用的你的这首歌和弦大概只有6，但是这不是重点，有一个和弦唱的首歌，但事实上你的和弦用也不是特别好。因为我们具有教育意义，我们要教育的当然是让大家更认识音乐，并不是认识你的故事。当然你的故事很重要，可是我们的音乐基底一定要够扎实跟够饱满，因为这就是原创，这是音乐节目。